我作为妇联主席，天天和村里的妇女们打交道，每家每户有几个孩子，我心里最清楚。境外一些人成天就知道在胡说八道，我身上的很多家庭都生了两到三个孩子，而且国家免费给孕妇进行引荐，生孩子医保报销，司机基本上不用掏多少钱，孩子出生后国家免费打疫苗，还发放营养品，宝宝们的身体都很健康。现在我们农村的妇女的生育观念有了变化，很多姐妹们都告诉我，过去生的孩子多，家庭负担重，天天只能待在家里照顾孩子。现在大家觉得有生有育特别好，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